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阿宝船长的举止变得很奇怪，他划着丹尼的火箭滑板在冒险湾到处乱冲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。我要你驾驶警车安全地拦下阿宝船长，免得他伤害别人或是自己。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阿奇，你要找到阿宝船长。莱德，我才离开滑板一秒钟，阿宝船长就把他滑走了，这真的是太奇怪了。丹尼，不要担心，我会帮你拿回滑板的。叫我大胆哥丹尼了。哦，阿宝船长，小心！哇！小心啊，船长，你会摔下来的。我觉得他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们。阿奇，用最大声的声音喊他，提高音量。扩音机。阿宝船长，阿奇，是你吗？网子。啊！哦，谢谢你安全地抓住了我。哦，哎，我听见了。哦，可是天哪，我的眼镜掉了。快递来喽！做得好，路马。阿宝船长，我们找回眼镜了。万分感谢你们的帮忙。要是你又掉了眼镜，就大声呼救。这次的任务很奇怪。小曼带着她的猴子朋友搭了一个攀爬架，卡罗斯被困在里面。真的吗？猴子怎么可能搭出攀爬架？小柯说，他们一定是用了这些捡来的彩色工具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，绿色代表走，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不需要钳子，你也是，快给我！汪汪队，你们能来太好了，很高兴能帮忙，我们马上救你出来。灰灰，把这个攀爬架拆了，马上拆。啊，螺丝起子。谢了，灰灰。莱德，不客气，卡罗斯。莱德，卡罗斯，有看到小曼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他闯祸了。那是汪汪巡逻车的轮胎。我们要在猴子又闯祸以前，把那些工具拿回来。不，扩音机。新鲜的香蕉，快来吃哦。好棒的团队合作，你们全都是乖狗狗。谢了，莱德，汪汪队，你们救了丛林，阻止猴子的恶作剧。只要有猴子在丛林里搞破坏，就大声呼救。啊，哈，找到了，看看有这么多金骨头。哈哈，这些都是我的了！哈哈哈哈咕咕鸡，小可爱，我现在就下去接你。你好啊，咕咕鸡，奇怪。莱德，市政府也快要沉了。什么？定位系统显示我们快到市府底下，我们会去查清楚。快，小猫咪们，再快一点！那个声音是财政大市长。住手！哈，哈哈，你们只是想霸占这些金骨头，但是这些都是我的。啊！动力全开！啊！市政府拉起来，
我们会帮你的，兄弟。我们也来了。太好了，我要用你找到的金属衡量，绿色代表我们走。然后完成。市政府一直往下掉，别担心，我会把市政府撑起来，就用升级再造的最强起重机。灰灰，小心一点。灰灰，这个就是古老又神秘的黄金卢伯雕像。那比较大的雕像是什么？啊，那些是卢伯的守护权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拿到黄金卢伯雕像，守护权就会听他的命令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而且还超闪亮的呢。啊，那不是宝石，那是一小块陨石，它可以给我超能力。那些雕像在动吗？站住！你们刚才听了我的话？嗯，把装了黄金的藏宝箱拿来。我可以控制他们。现在我有手下可以帮我抢亮晶晶的东西了。好了，威力狗，我们要用鸟夫人这辈子都没看过的最大最闪亮的雕像，把它从美术馆里引出来，再抢回黄金鲁波雕像。可是我们没有更大更闪亮的雕像。会有的，我们搭超微喷射机飞到沙漠，你就会看到了。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。要找到镶满珠宝的超大雕像会有多难呢？真的超大的，好闪亮。把雕像搬回我的美术馆基地。漂亮你了，鸟夫人。什么？你不是雕像？没错，我是威力狗。还有黄金鲁波雕像不是你的东西。太感谢了，汪汪队，你们拯救了宝贵的美术馆展示品。不客气，只要你的雕像活起来了，就大声呼救。奥斯卡，欢迎你来冒险湾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大家再见。我们现在要去照顾鸵鸟，口渴了吗？水枪启动。刚才一直着车子想要接近咕咕鸡的时候，看起来冷静多了。也许他只是想找他的鸵鸟布偶。哦，他只是想念他的朋友吗？来试试看吧。奥斯卡，跟我来。毛毛，你没事吧？对啊，我没事。不过刚才晃得好厉害，我身上的斑点都快晃掉了。哦，快看，小马们好像都很欢迎奥斯卡来我们家呢。哦。我们的宝宝终于回家了，谢谢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呼救。汪汪汪汪汪汪汪队。来的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今天早上波特先生遇到一位不速之客，我猜他是熊熊，忍不住想吃派。但是我们得送这只熊妈妈回到树林里。嘿，
这不是韩丁娜市长家的猫咪吗？他好像希望你跟他走。韩丁娜市长在哪里呀？他可能有麻烦了。灰灰，跟我来。我的天哪！好吧，哦吼，你轻一点呐、啊！韩丁娜市长，保持冷静，千万不要想跑，不然熊就会追我吗？他已经在追我了。天天，快来帮忙！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来的，我就快要到了。你再抓紧一下下，现在放手。接到了。好了，灰灰，我要你的派。你有东西可以让它飞起来吗？我就知道这颗气球会有用处。熊熊，快看，天空上有派哦！一个飞天甜点，应该能送你回家了。谢谢汪汪队，你们救了我。不客气，韩丁娜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华丽离开海湾，在冒险湾上到处流浪。华丽为什么要离开海里？我们要找到他，还有查清楚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。我让你驾驶直升机找到华丽，然后看住他，等我们安全地把他送回海湾。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找到华丽了吗？没有，没想到一只大海象居然找得到地方躲。莱德，我看到华丽了，他被困在主街街道上的人孔盖里。马上到。毛毛，华丽说了什么？他很想念他的好朋友，没有阿宝船长，他就不回去海湾。谢谢毛毛、天天、毛毛、灰灰，我们去找阿宝船长。阿奇，你留下来，在华丽周围做绕道引导。知道了。交通追。找到了，莱德。船长站在山崖边，做得好，天天，用你的钓具把他钓离山崖，送他回来冒险湾。好吧，好，钓具。哦，嘿，华丽，快点挣脱出来，我们才能回海湾呀，兄弟。成功了，天天，现在带着华丽往海边走，跟我来，小大块头。莱德，汪汪队，我跟华丽都很高兴，也很感激你们让我们重聚。不客气，船长，要是又遇到任性的海象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，阿宝兄弟被困在丛林的某处，不好了，他们打过来，但是讯号断了，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们。天天，我让你从空中用护目镜跟直升机搜寻他们。阿宝船长提到底下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他们挖出来。小丽，我让你驾驶挖土机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我有发现了，神庙外面有一辆卡车。太好了，一定是阿宝兄弟的。我们马上到。嘘 ，listen， 你们听。那是从手机听到的声音，是从神庙里传出来的。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妙，要快点找到阿宝兄弟。我想阿宝兄弟就在这面墙的另一边。可是我们要怎么过去？这部分的墙壁看起来像门。我可以用铲子把它撬开。哦，真的是你吗，莱德？是的，撑住，我们就快到了。海威，我们在这里。应该可以了。好了，大家用力推。好，我已经来了。我们在这里，见到你们真开心。那个可怕的声音是毛茸茸，是他打呼太大声了。他从屋顶掉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到处乱砸东西。趁他还没醒，快点出去吧，不要惊吓到他。见了汪汪队，这是完美无缺的救援。不用客气。
只要你跟大猴子一起被困在古老神庙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温娜家新来的袋鼠跳跳在镇上到处乱跳，他还把雅丽弹飞到摩天轮上面。这也跳太高了吧！现在跳跳不见了。毛毛，我要你用梯子帮忙把雅丽救下来。还有阿奇，我要你运用侦探技巧找到失踪的袋鼠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毛毛，你知道怎么做？阿奇，出发去找失踪的袋鼠。快点，毛毛，我的裤子有点……就来啦！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毛毛。他在那里。欢迎鸡，跳跳，快过来，该回家了。他好像在找什么？咕咕鸡。咕咕鸡在这里的话，那巧巧一定是跟着古威市长去峡谷了。古威市长，发生重大的紧急事件了。天天、灰灰，我要你们马上赶来绝美峡谷。马上去。知道了。天哪！天天用钩子抓住他们。钩到了。完蛋了！太棒了，真是厉害，狗狗们！威力狗已经可以超威行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这次是超奇怪的救援行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模仿猫用旋风力把比目鱼号一路搬到火山岛的山顶上。救命啊！好怪哦！威力狗就必须全员出动。好了，威力狗要出动喽！哇哦，小心啊，下面有很多这熔岩呢。他在那里，狗狗们。等等，阿宝船长，狗狗们，你们都跳上比目鱼号。我们的体重加上去以后，应该能让船往火山口的另一侧翻，沿着火山滑下去。他成功了，撑住，狗狗们。大家准备溜滑梯喽！哇！好险，太好险！我的船经得起风浪，溜滑梯也没问题。谢了，威力狗。耶！呵呵，躲好了没？我来喽！不，看到你喽！这里没有，你们狗狗还真会躲哎！对不起，加比还有小羊，我马上喂你们。我该去把桶子装满了。糟了！我把桶仓的屋顶撞飞了，现在那些肚子饿的小鸟可以随便吃我的玉米了。不要碰那些玉米，那些鸟叫了同伴来。哎呀，我最好快点打给汪汪队。哦，糟了，哦，又一根玉米没了。汪汪队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点帮我赶走乌鸦大队，让我有时间把桶仓的屋顶补好放回去。阿奇，用你的扩音机对那些小鸟大吼吧！扩音机，全都走开，走开，离桶仓远一点，海鸥你也快点离开。做得好，阿奇，
继续喊。谢谢莱德。汪汪队，时间抓得好，我把屋顶修好，可以放回去了。好的，天天把圆形屋顶吊起来，放回原处。下一站，桶仓顶，一个桶仓屋顶来喽。太棒了，天天。谢谢汪汪队，我现在可以继续把剩下的玉米送进桶仓了。要是你的桶仓屋顶又爆开了，就大声呼救。哎，今天的晚餐谁要吃玉米啊？我有很多哦。汪汪队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太好了，我们要去执行恐龙救援任务。一只叫独行侠的异手龙坠落在岩棚，它的翅膀还被大石头压住了。哦，真可怜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乐乐，没恐惧就这么办吧。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来得正好，狗狗们。好了，乐乐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恐龙爪。齐，换你了。不是，滑索。滑索固定住了，阿齐。滑索钓具，马上到。你先走，我就在你后面。做得好，独行侠。耶，呜呼！它的翅膀看起来还是很痛。我妈可以帮忙，不管是旗帜还是翅膀，它都能治好。哦，把翅膀固定住就会好起来的。我记得我还有一副支架可以用。嗯，找到了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，灰灰？尽管吩咐，阿宝医生。有用了耶！好哎，你继续拍翅膀。看来独行侠已经找回自信了呢。谢谢你们惊险刺激的救援，汪汪队。只要你的异手龙遇到困难，就大声呼救。从前，从前，只要到了满月这天，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，因为那东西会鬼鬼祟祟地跑出来，在暗处盯着你，四处觅食，大声咆哮，大家叫它凶猛的狼狗狗。绿色代表该睡觉了。哦哦，哇，我真的跑得好快哦，真希望我的朋友也能看到。哦，我可能会吓到他们。哟，有臭鼬的味道。臭鼬看到我会怕，这还是第一次呢。哎，等等，你不要怕。哇哦，我真的跳得好远，变成狼狗狗还挺好玩的。是谁在那里？熊，快走开，不然哦。只是我啦，灰灰，我是狼狗狗。什么狼狗狗？看来有狗狗做了很刺激的梦哦。但是你是真的吓到那头熊，救了我们的棉花软糖，谢谢。哼，真的耶。好吧，如果你遇到麻烦，就嚎叫呼救。嗷呜汪汪汪汪汪汪汪队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韩丁娜市长的球在镇上到处撞到东西，而且快要把甜瓜庆典给毁了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，我要你用网子把球拦下来，不要再让它撞坏任何东西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球已经撞坏的东西修好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你的网子，耶，抓到了！哇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。
请你别想，离我的镇田官远一点。抓紧了，古威市长，我们会救你。我知道要找哪只狗狗来。不能这里，我就说这里，就差一点。那颗球一直跳个不停，我们得让它停下来，偏偏才能去救市长。有了，乖乖，我要你去回收卡车上找找，准备好来投篮了。找到了，我们是要换个方法用它，可是它现在也是最大的篮筐了。没大到能让韩丁娜市长的假甜瓜穿过去，但是可以把它接住。我们走，这样就行了。时间正好，阿奇，用你的发射器。换你，甜甜。哦，谢谢汪汪队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弹跳到停不下来，就大声呼救。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海丁娜市长拿走可以在水上行走的鞋子，现在往海龟岛前进了。可是海龟岛四周都是危险的岩石，他可能会受伤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。我要你用工程车搬开岩石，让我们登上小岛。小丽往前冲！好了，海洋巡逻队要出动喽！哦，我看到了，有陆地！哇！哦，派，哎，这鞋子脱不下来呀！哎呀，不脱了，先来宣誓主权。我现在宣布，这座岛是超时无敌岛。回来，你这个偷旗子的坏蛋！我的岛上有洞，哼，我可没批准挖洞啊！离开的时候，我再把岩石放回去。好主意，小丽。我们一点也不想改变海龟的栖地。现在海蒂娜市长在哪里？救命啊！在那边！快来，狗狗们！这里看起来像是海龟产卵的洞。哼！糟糕，海龟妈妈不会喜欢海蒂娜市长在她的窝里面的。小丽，用你的吊爪。知道了。你撑住，市长，我们会救你出来。快抓住，市长！完蛋，那个庞然大物不喜欢市长，快救我出去！谢谢你们把我拉出来，汪汪队，跟那只大海龟在一起真是烂透了。不客气，市长，要是你又深陷困境，就大声呼救。这辆摩托车好棒。我的摩托车不见了！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应该了。大家抓紧哦！大胆哥丹尼出发去救援喽！小心点，丹尼！放心吧，我可是大胆哥丹尼。走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真倒霉！阿七，用你的网子拦下手推车。网子。做得好，阿奇！现在去阻止亚力，我再找帮手过来。诺玛，我要你驾驶机电船到山坡底下来，快点！交给我吧，莱德兄弟。哦哦，海湾就在正前方。不用担心，小兄弟，我来搞定。这真的是太酷了，好棒哦！谢谢你来帮我们，莱德。不客气，亚力。只要你遇到困难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
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法兰索瓦跟阿宝船长在海底遇到了大麻烦。哇，金鱼平常很温驯的，我第一次看到金鱼那样。哎，我也是，路马，金鱼一定有什么困扰，但是我们要先帮船长他们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，你驾驶潜艇把金鱼从潜水中引开，还有小丽，你用挖土机把潜水钟翻过来。好哎，他们来救我们了。可是金鱼也来了。木马，看你能不能让金鱼离开。嘿，金鱼，玩过鬼抓人吗？你一定抓不到我的兄弟。好，小丽，该你上场喽。哦，天哪，我们又可以动了，现在快走吧。嗨，金鱼去哪里了？你在这里啊？你在做什么？莱德，金鱼好像不太对劲，它一直不停地抹嘴巴。你能不能靠近一点看看？莱德，我看到了，它的牙缝里卡了一个东西。灰灰，我们去帮路马刷那些大牙吧。可怜的金鱼一定非常非常痛吧？这只金鱼需要刷刷牙，还要用牙线。让我来吧，莱德。救生圈的绳子真是好主意。兄弟，嘴巴张开。成功了，做得好，狗狗们。只要你嘴巴的问题，就大声呼救。他还刷过牙了呢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我们穿上工程装了。狗狗们，谢谢你们醒来准备出发，有东西撞烂奥提斯叔叔的家。可怜的奥提斯叔叔，我们必须全员出动重建奥提斯叔叔的小木屋，所以这一次是终极工程救援任务。我需要建筑高手，他还要会带领小队，小丽，还有他的终极工程车，小丽终极往前冲！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小丽，哇！奥提斯叔叔，你那可怜的小木屋！我出来为我的海狸兄弟吃宵夜。突然就听到一声不，这个工程蛮大的，奥提斯叔叔，但是终极工程队会完成这个工作的。首先先把瓦砾都清走。不是，我是清走这些石头。毛毛，用迷你蒸汽压路机把路面压平。挖埋柱子的洞，用绞盘帮忙把墙吊起来。绞盘，工程队做得太好了，太棒了！说的对。你们盖小木屋的技术是一流的。现在大家一起为猫咪救援大队欢呼吧！你只要遇到任何困难，就喵喵请求支援。什么猫咪大队？反正冒险湾也需要更多帮手。你不用担心，阿奇。冒险湾的居民最喜欢的永远是汪汪队。以后就不是了，因为我的猫咪们会一直出现。谢了，莱德。食物碎屑就是一直掉在我的庭院。莱德，屋顶上有一只猫咪在乱丢食物。怎么可能会是猫咪呀、啊？真是！哇哦！我就知道，海妮娜市长，是你自导自演，假装需要救援，对不对？小猫咪们，我们走。拜拜。走，走开。啊！我看不见啦。讨厌的海鸥！海妮娜市长，你没事吧？小猫咪们，快救我！我要请求协助！喵！我想他们现在救不了你。
天天，我们需要你的救援钓具，马上来。谢谢了，汪汪队，你们又再次救了我跟猫咪大队。不用客气，韩蒂娜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喵喵请求协助。可是，如果这招没用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，你是在搞笑吗？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有人拿走农夫尤美的美味蜂蜜，还有蜂巢。整个蜂巢吗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拿走蜂蜜的人也弄坏了围栏，尤美的动物都在农场里乱跑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瓦奇，我要你用夜视工具跟无人机找到蜂蜜还有蜂巢。还有灰灰，我们赶动物的时候，你用工具修好围栏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灰灰，阿奇赶动物的时候，我们把围栏修好吧。马上去。还好不会有围栏的横木。灰鸡，狗狗，小猪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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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牛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哦。做得好，狗狗们，现在去追踪蜂蜜跟蜂巢吧。我的基地都被蜜蜂霸占了。蜜蜂好像很喜欢韩蒂娜市长帽子上的花，他们在收集花蜜，蜜蜂用花蜜酿出蜂蜜。我知道找谁帮忙。嗨，莱德，怎么啦？天天，我要你引蜜蜂离开韩蒂娜市长的基地。好，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哦，蜜蜂，我有很棒的花油，慢慢的花蜜。带他们去农夫尤美那里吧。收到。蜜蜂回去蜂巢酿更多蜂蜜了。甜呢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蜂蜜、蜂巢，还有我的蜜蜂。只要你遇到问题，就喔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法兰索瓦的潜水钟撞到船，现在它被困住了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。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还有路马，开始行动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天天，放下钩子。钩子。爪子，很好，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太好了，好了嘛，松开钩子。莱德，潜水中不小心把船撞出一个洞。啊，现在我要怎么把这些东西送去回收厂啊？阿奇，带发射器来。好的，马上到。灰灰，开环保再造车来，跟我到海滩汇合。上去吧，路马。灰灰，现在把塑胶升级改造成一对浮筒跟特大号的真空软管。太棒了，你的车有超大的船用浮球。露出垃圾的洞就在那里，我看到了，发射器。我把蜜蜂球装进你的发射器，可以补船的破洞。蜜蜂剂扩散开来，像胶水封住了洞。好，灰灰，启动吸尘器，把垃圾吸干净。好的，我会彻底吸干净。谢谢你们赶来救我。不客气，要是你又在深海遇上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救援骑士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可拉带走两只龙宝宝，要靠我们去救他们，但是我们得小心，龙妈妈也在到处找他们。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天天。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。好了，救援骑士队要出动喽。你们动不了，哭哭，活该了！谁叫你们喷火把那些棉花软糖融化？嘿，龙宝宝们，肚子饿了吗？
骑士队，这次的救援要全员出动。我们马上到，莱德爵士。不好了，龙妈妈以为我们想伤害她的宝宝。灰灰，快用你的利爪钩抓住拖车，马上去。继续拍翅膀，海威，我摔下去了。阿奇，换你了，飞龙王。这样好多了。不客气，龙妈妈。但是记住，要是你的宝宝又被棉花软糖粘住了，就哇呼救。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海底的沉船被海盗席德拖走了，我们必须追上沉船，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。哎，为什么我们的速度这么慢？出了什么事？莱德，我们一直跟着帆船，可是现在事情真的变得很奇怪，那艘船居然自己在往后拉耶！沉船里有巨大的海阔鱼，就拉得动了。它像蜗牛一样把帆船当作它的壳。帆船是海阔鱼的家。席德，我是莱德，你得把那艘船还回去。哎，海盗，我绝对不放弃，我找到的船就是我的。好吧，灰灰，我们只好切断缆绳了，把焊枪准备好。我会等你的信号。阿奇，我们得让海阔鱼乖乖待着才能切断缆绳，你的船上应该有鱿鱼竿可以安抚它。有，我找到了。好了，灰灰，就是现在。阔鱼没有拉了，走。阿奇，把绞盘放下来。灰灰，把绞盘勾到帆船上。绞盘勾好了，阿奇，把它拉走。我们带阿奇去帆船原来的位置，小阔鱼一定会很开心。就是这里。莱德，谢谢你救了潜水地点，还有小阔鱼的家。不客气，小阔鱼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求救。哦，不错嘛，乔丽太太，谢了，古威师长。你拿着火炬要小心一点，火炬点燃这里的火，就代表运动会要开始了。我可不想滑倒或是绊倒。哦，乔丽太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亲爱的。但是火炬去哪了？糟了，大家快点离开公园。嗨，古威师长，开幕典礼的事都准备好了吗？本来是的，可是运动公园现在在冒烟。没有烟太多的运动公园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汪汪队，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。你觉得呢，毛毛？地面上没有东西在燃烧，所以一定是树根着火了。一定是火炬掉进其中一个地鼠洞，所以才会起火的。阿奇，用你的热扫描机检查。是树根着火了。天天，我需要你从空中搜索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在冒烟。记忆，毛毛，莱德，我又看到下面有烟了。天天说的对，地底下还有火在烧，一定是火苗点燃了其他树根，还把地道里的地鼠都逼出来了。他们的地道在地底下相互交叉，我们就用地道运水去灭火。我们要确定所有地鼠都离开地道了。快来，我这里有地鼠爱吃的。地鼠警报！嘿，小兄弟，你是留下来帮我们灭火的吗？毛毛，快点！等一下，烟全都消失了，毛毛，我从空中也没有看到火。好威，狗狗们，你们办到了！耶，太好了！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，阿奇的风格。温娜农场的奥斯卡不见了，
可怜的奥斯卡。我们还要找到一辆垃圾做的怪车，农夫尤美看到他在路上乱冲，所以这一次是终极救援任务。终极救援任务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阿奇，那个就是垃圾车吗？车头升起，那一定就是农夫尤美看到的神秘车。天天，你能不能靠过去看看是谁在操控那东西？收到，现在接近中。哦，望远镜看起来像是鸵鸟在驾驶那堆垃圾，那一定是奥斯卡。温娜他们一定会很高兴我们找到奥斯卡，但是我们还是得拦下那辆车，在他撞上东西以前救出奥斯卡。莱德说的对，天天，奥斯卡往哪里去了？他往冒险湾过去了。要是垃圾怪兽继续往前，就会带着奥斯卡一起开进海湾的。路马，用马路冲浪板拦下奥斯卡。哦，马路冲浪板。安全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大孩子。要是你的鸵鸟又开车跑掉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但是超级摇摇车发狂了，差点撞倒他们的桶仓。不好了，我们要修好它，然后阻止摇摇车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，小丽往前冲，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谢谢啊，莱德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是超级摇摇车还在到处跑，往那边冲过去了。我们得拦住它，快来，狗狗们！哦，耶！莱德，亚历在超级摇摇车上，我们会把亚历安全带回来。天天，毛毛。超级摇摇车往你们那里去了，知道了，交给我。哦，你别想乱来。嗨，天天，你抓紧哦，我们要往上了。惨了，它还会飞。明年我的生日派对也要这辆车。飞得好，天天。好，毛毛，把亚历救下来吧。梯子，爬下来，亚历。耶！我们没事。毛毛，快关掉摇摇车。哇哦！放我下去吧，天天。谢谢你们救了亚历，汪汪队。要是你又摇个不停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很好，因为海洋巡逻队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任务，我们要带海洋巡逻船去农夫艾尔的农场。啊！农夫艾尔的农场昨晚不知道为什么淹水了。路马，我让你驾驶潜水艇潜入水底，找出农场淹水的原因。预备，就位。跳下水！哎呀，我真是开了眼界了。机器狗，现在启动水栖模式。路马，查出水是从哪里来的。知道了，莱德队长。哇，这个农场好奇怪哦。嘿，莱德，我看到一条有水流出来的水管。好的，路马。沿着水管找到止水阀，把它关掉。要是我把排水沟上面的石头搬走就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水才退不掉，排水沟堵住了。我们去搬石头。小丽，开工程车下去把石头搬开，让水排掉。该把草地上的塞子拔掉了。好大的石头啊！但是我搬得开。
赢了，雷德！你快点离开那里，小丽！排出去的水有强大的拉力。知道了，等车。谢谢了，海洋巡逻队，你们救了我的农场。只要发现你的农场淹水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诺夫艾尔，我是不是忘记把水关掉了？完蛋，对不起。谁都有犯错的时候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我们必须找到波西弄丢的地图，修好故障的盘旋雪橇，否则圣诞老公公就没办法去送礼物了。不好了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特务阿奇要执行圣诞任务。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到北极去。好了，汪汪队圣诞任务出动，飞上天走。哎呦，真倒霉！灰灰，去查查看盘旋雪橇是出了什么问题，马上去。现在来找不见的地图，阿奇，闻闻看有没有地图的气味。好的。我好像闻到肉桂味，可能是我边看地图边吃肉桂面包留下的。哦，我敢说地图也有肉桂的味道。我闻到的味道是从那边传来的。无人机。灰灰，盘旋雪橇修得怎么样？有一点点棘手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科技，但我会努力修的。太好了，莱德，我在圣诞树上找到了地图的一部分。这半张地图上的是冒险湾，要是圣诞老公公没看到，就不知道要来这里了。那我们必须快点送你到北极去。但是看起来我的盘旋雪橇是飞不起来了。别担心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送你去北极。听着，猛冲者，听着，舞者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！发生什么事了，波西？圣诞礼物运送地图还少了这一半。是冒险湾啊！当然了，我们可不想漏掉那些好人。谢了，波西。其实呢，应该要感谢莱德跟汪汪队。真的是圣诞老公公哎！对啊，没错。真是乖狗狗啊！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波特先生的水果摊滚到路上的车阵中间，他被困在水果摊里。可是那是个路边摊，不是要放在马路中间的。说得对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，我要你用扩音机跟交通锥引导车子，这样我们才能救出波特先生。包在我身上。还有小丽，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把水果摊放回原位。小丽往前冲。好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我在这里，莱德，马上就来，波特先生。阿奇，知道了。交通锥。谢了，莱德。不客气，波特先生。小丽，好了吗？来了。最好把这些捡起来，不然会被车子碾成苹果酱。苹果酱。早安，阿宝船长。你看是谁在我的甲板上睡觉？熊宝宝吗？等等，又有人打来了。你好，莱德，你一定不相信，我看到谁在宠物美容院睡觉。哇，又有一只熊。等一下，凯蒂，又有人打来了。嗨，雅丽。莱德，猜猜我们发现什么？熊吗？对啊，有一整个熊家族在镇上睡觉。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大家不要担心，没有太大的熊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换你了，小丽，现在来运送小小熊啦。乖乖睡熊推车已经准备出发了。做得好，狗狗们，搞定一只熊，还有两只。
灰灰，你的回收车上还有没有轮子？别丢掉，再利用。很好，狗狗们，安静的推。好，蜘蛛，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小声的为汪汪队欢呼三声，嘿嘿，赞啦！嘿嘿，赞啦！嘿嘿，赞啦！狗狗们，走吧，跟着猪猪去洞穴。他们睡得好香哦。谢谢你们把熊送回家，汪汪队。不客气。要是你又发现睡着的熊，就小声的呼叫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。狗狗们，咕咕鸡被关在杰克家祖传的布谷鸟时钟里，现在时钟快要滑下山，后面还有雪球滚过去。猪猪，我要你开车下山，然后用钩爪拦住那个时钟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救出咕咕鸡，但是不能把时钟弄坏。这个时钟对杰克来说很特别。绿色代表走。莱德，我们一直盯着时钟，它的速度很快，就算是勇敢的咕咕鸡冲那么快，它一定也觉得很害怕。那些雪球也快要追上了，会把时钟给撞烂的。有我们在就不会。莱德，长针快要举到最上面了，到时候门就会打开。灰灰，只要门打开，你就用爪子救出咕咕鸡。爪子。那些雪球还是会撞上杰克的时钟，只要让雪球互撞，就不会撞上时钟了。猪猪，推左边那个，灰灰，推右边。好哎，成功了！现在看看我们能不能穿越雪堆，追上那个时钟。莱德，我用滑雪板去追会比较快。猪猪，灰灰，你能把指针装回去拨到最上面吗？好的，修好了，现在让咕咕鸡出来吧。你也差不多该出来了，咕咕鸡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，因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盖个东西。我们的太空猴高地队长偏离航道，我们必须帮助高地队长安全降落，所以我需要汪汪队狗狗很快的搭好降落台。所以这次是终极工程救援任务，交给我们，包在我们身上。我需要建筑高手来带领团队，小丽，还有他的终极工程车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糟糕，高地会降落在这里。但是没有地方架降落台，这里太窄了。竟然不够宽，那就往上。我们要干什么，小丽？相信我，跟着我的指示做就好。首先，我们要把旧的降落台拆了，别丢掉，再利用。诺玛，在这里钻蜘蛛的洞。莱德还有阿奇，把柱子放到洞里面吧。我看到太空船了，大家动作快一点，高地队长就看我们了。小丽，这是史上最酷的降落台，小丽的快速螺旋溜滑梯，它来了。听到请回答，高地队长还好吗？他降落了，平安无事。谢谢莱德，你化解了危机。应该要谢谢小丽才对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我们要去杰克的山出任务，而且动作要快。
我们的矿工奥提斯叔叔搭上了失控的矿车。我们必须在矿车撞毁前拦下车子救出他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猪猪。我需要你跟你的铲雪车用铲雪车前方的钩爪把奥提斯救出来。小丽，矿车看起来会撞进奥提斯的小木屋，我要你驾驶挖土机堆出一个土堆把矿车拦下来。他在那里，猪猪，钩爪手臂。是汪汪队。哦哦。接到你了，猪猪，接得好。可是拜托不要让小金跑掉了。小丽，准备好，矿车往你那里过去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莱德。老天保佑！小金，糟了！猪猪，金块又从山坡滚下去了。小金，他又回来了。要是再不走，会被压扁的。毛毛，你现在赶到山脚下的岸边，抓紧奥提斯叔叔。成功了，莱德。可是现在换海林一家有麻烦了，快点，毛毛。用你的水枪把海狸前面的地面弄湿，用泥巴困住那个金块。知道了。我真是太感激汪汪队了，你们救了世上最宝贵的东西。你的大金块吗？不是，我的新朋友巴蒂跟他的海狸同伴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晕晕乘快车神秘的通过火车站，我们必须追上他，查出他为什么没有靠站停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他在那里，准备好没，天天？好了，莱德。灰灰，用你的 X 光扫描器查看火车头的内部。没问题，莱德。车上一个人都没有，难怪火车会失控的往前冲，没有人在驾驶它。莱德，开始空中搜索，寻找失踪的乘客。有任何发现吗，天天？前方有个东西，我找到乘客了，他们都躲在小木屋里。哇，但是晕晕乘员推动好多岩石跟大石头，挡住了通往小木屋的路。他们是旋风，是不停旋转的小乘卷风。那些旋风很强大，小丽，到那里以后你就出动工程车把大石头搬开，这样才能让乘客安全地搭上汪汪巡逻车。我马上去。哇！不好了！我们走。走了走了，晕晕乘快车已经准备好，可以发车了。太感谢你了，灰灰，谢谢莱德，狗狗们，你们救了火车。不客气，不要忘了，要是你又觉得头太晕，就大声呼救。哦，是蝙蝠家族。你看上面那个在睡觉的毛毛小兄弟。继续睡吧，蝙蝠宝宝，还不到醒来的时候。这不是金子，只是旧瓶盖而已。石头崩了，下面可能会有人在，我得去通知他们。石头崩了，石头崩了，什么声音呀？我们快离开这里！蝙蝠们，快点，快离开山洞！结束了吗？哦，结束了。你们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，奥提斯叔叔。哎，谢谢你通知我们。蝙蝠家族被困在山洞里了。
别急，猫猫的小兄弟，我们要打给汪汪队。哇哦，石头比我想的还要多一倍啊！放心吧，蝙蝠宝宝，很快就会救出你的家人。蜘蛛，你知道怎么做？啊，爪子。该让这块大石头滚走了。哈哈，汪汪队，谢谢你们救了蝙蝠。只要蝙蝠需要找地方吊挂着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